那我要持经念咒嘛，那我们不持经念咒，你可能也要找出你人生的方向，心理的状况，菩萨可以加持。可是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觉得我找不到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存在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旅程，我们到底做这些要做什么，说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功课，我们自己要去发掘。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旅程就是这么长。没有，不用评判。他说每一个人有他的业力，所谓的业力是指灵魂的每世的转生，所以他会有一个趋向性的思考。就像你现在遇到事情会有趋向性的思考，并没有所谓的对与错。这个是，如果我继续这样的，怎么讲？这样的继续下去，这一生当然也是会终了，可是在下生一样会有同样的一个情绪感受。这是我的问题，你有你的问题，所以这种事情并没有所谓的神佛，只是在帮忙你破关嘛。用游戏的观点来讲，你转化到你的部分，你有你的问题，并没有所谓的，这没有所谓的比较的问题。那这是我破关所必须来突破的点，不然我下辈子一样。了解，你就是比较，所以你没有多愁善感，多愁善感一些吧。从初始地势、第二世、第三世、第四世、每一世，你残留的第十世的你跟第一世的你不一样。这些就是所谓的习气。可是习气不一定是好或坏，有些特别爱钱。那在今生可能你觉得爱钱是对的，可是其实对他来讲，他对金钱的执着。他人生活得很有积极跟乐趣啊，为什么他想到钱他就发亮？可是这是他最大的问题。那对我来讲，我有我的问题，这个并没有所谓的好或坏。只是他说如果我能够持续诵经持咒，对我来讲有帮忙。因为我刚刚也觉得很烦恼，我就问他说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状况持续久一点。他就说那就念经了。那不念经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心常常抛在虚空之中跟菩萨相应了。这个也很困难嘛。然后他桌上有一个像卷轴的东西，透明的，在写东西，然后他是大悲咒，就是咒语的力量可能真的能分得出胜。他说在这个宇宙的灵魂的空间里面，你可以去改变里面，你可以透过经咒。那我先看到这个是大悲咒，我刚刚也有人在写，哇，这个都是经咒，所以你特别超大悲咒。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经典很殊胜，你要抄我。他说口诵心持是最有用的耶。他说口诵心持是最有效益的耶。OK。他说我们虽然刚刚说是习气所造就，但是如果希望能够在此生有最大的进步，断离轮回，就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悲伤沉默的这些七情五欲之中，不然只是虚度生命。如果想此生断轮回，不然下一世还是要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在此生此刻能够化解、改变我们、化除我们，越多的习气是越好。不管是否能此生断轮回，至少下一世的习气也能够减少。金钱、爱情，尽量的淡然，对我们来讲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注意，他们而言，现在我们处在这个业力之中，你觉得很重要吗？当这业结束了，再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呈现集中，你还是觉得很重要。对，所以每个当下都是重要的，同样的每个当口，对我们人来讲，你有的人执着钱，
有的人执着情，有的人执着，对不对？亲情、友情、爱情，那其实换了都是人呐、啊嗯，换改变了之后不一样的因缘呐、啊嗯。那不一样的因缘对你来讲，你去观看他的观感的感受，全部是在于这个业啊，嗯，你们的业力因缘呐、啊，嗯，并不是他的长相啊，嗯、他跟你的对待呀、啊，嗯，他对你再不好，你对他情深意重。你这辈子、嗯、这辈子要还他业，那这个是中性的啊，嗯、对不对、嗯？只有这个在游戏的人，你身处其间的人，怎么去转化自己嘛？嗯，这是让你灵性超脱的机会。嗯，对菩萨来讲，他们看只是一段又一段，一段又一段不一样的因缘而已。嗯嗯 嗯, 嗯。那我们的祈求是无尽的。嗯，这样子。嗯，对啊。可是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脑海里面想的是，A 段音乐，嗯 ，B 段音乐 ，C 段音乐，每个都很不一样的。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都一样，都一样啊！因为你沉浸其中的，怎么讲，嗯，沉沦进去，业力的人种都一样的，嗯，是我们执着这个人啊，嗯，是啊，嗯，欲望。嗯、但是当你没有办法很淡然超脱看清楚这个事情的时候，除非你已经即将被轮回了、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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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姻缘，不管多久你就是要超脱了你才能走啊，嗯，你跟所有的人了解了这些姻缘才能够走啊，对，所以要赶快的吧，嗯，自己提升啊，嗯，然后在无论你怎么样的一个遭遇，你这个姻缘里面，你才能够赶快化解啊，嗯，赶快换啊，嗯，就在这一时中啊，嗯，所以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行善事不得善果？因为有的人是他想要今世断离轮回嘛，嗯，那你的业缘果报就来了啊，嗯，对吧？嗯，不断的来，不断的来，你一直觉得说，哎，好像。我怎么一直行善布施，我怎么开始修行了，怎么都那么越来越糟呢？我的困难怎么越来越多呢？因为你发愿了啊，我要断轮回啊，那本来可能十世要承受的今世都来了，嗯，那你不断的行善，不断的行善，其实你是不是提升了我们不知道，嗯，你不断的可能是被遭遭遇的故事挤到现在了，嗯，提早受报，对，嗯、那若你行善得善缘、嗯、得善报、嗯、在你的身心状态之下是不会让弟子们去照顾的，嗯，神佛呢其实也不是神佛帮的，是我们自己帮我们自己、嗯、那菩萨他们在其中，嗯，倾听你的愿望，嗯，帮助你去推展，嗯，你的善缘成就，就这样啊，嗯，如果在你现在的心事状态之下还不成熟，他们知道你的善缘的善果的累积到现在是让你造恶的，嗯，他们也不会去帮你，他只会让因果各自去成熟，嗯，当然如果你的善业做得够多，嗯，成熟的他们也不能去干预的，嗯，可是在你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嗯，他们可以帮帮你，有多推展你，因为什么、嗯、你想要断轮回要生死不是吗、嗯、你想要修行不是吗，这样子，所以很多人觉得做善事为什么都没有帮助，问题越来越多，嗯，这样，可是我们进步了、嗯、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嗯，为什么极度的痛苦就有极度的体悟，好棒的智慧，好棒的智慧，嗯，嗯，是我觉得很难过，嗯，我觉得很难过，我们是人啊，嗯，对，嗯，他做弟子，嗯，不忧心悲伤，嗯，就是这种悲伤也是一种不会的难过，嗯，而且如果他们帮我们往上推，往上推，往上推，是他们知道我们可以的。嗯嗯，你是说，当来的时候，他们知道我们是可以去承受，可以去破关的。是，当然，当然，而且他们也不断的在鼓励我们呢、啊。
不是，那是我们的自信的一种体现。其实他们倒是没有这么说。我觉得菩萨说的，他们的位置是处于一个中心的角色。如果你今天求一件事情，你觉得善业够多了，他也不会去妨碍你的因果成熟哦。就是因为我们做的还不多，我们去求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不会做这件事情。如果一定不会妨碍的，这个我知道。功是功，果是果。如果他知道你的灵性成长还没 OK，其实他可以帮你帮你推展快一点，如果差一点点，可是他们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现在的心境，我们还是会造业嘛，就这样子。如果让我再来，我就享乐，我就造业了。他说：“你懂吗？”这样子，那问我懂吗？我能理解，我在旁边听，我都能理解。没有，他还问你啊，他还问我啊。我会把这些话再反刍。很棒，很棒的智慧。他说，有些地方人的攀比，光是攀比这件事情就已经不得宁静了，对，更遑论修行。对，没错。他说哈，不管是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公司、我们弟子、我们要确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则，你的自己的道德的中心思想跟你起身，你想要怎么走的目标，这个很重要。道场公司个人都一样，了解，才不会有一些无谓的浪费。他说，人生在呼吸间，而且很公平的是，当你在这个轮回的时候。只有遇缘吗？遇缘，遇到了缘分。遇缘还有你一些，你今生会在遇见的缘分佛法，遇见道法的遇缘，要等到可能5年、10年、20年成熟。当然，智慧是不会变，习气也不会变，但是趁着现在我们已经遇见了，已经学习了，去对峙，不是更容易去？解脱吗？下辈子你就要再等预言成熟，等肉体是会腐败的。对，而且也不可能得人生啊。而且你能不能预言要看今世我怎么做。可能我们棒法、棒僧、棒什么、棒道场。可能下辈子预言可能是40年以后、50年以后。那时肉体都腐败了，智慧都愚钝了耶。可能在50岁以前，你的造作恶业又更多了耶。可能能消你的毅力也差一点点了。多久才能解脱？师父就是把握此刻，他说人命在呼吸间了。不要一直以为很长久。做正确的事，永远都不要推迟。然后我就看到菩萨在天空。然后他没有龙。那下面一直在倒水的。全世界各地最近水很多吧？我觉得参考一下。对，灾难会更多。对，我已经到了精气了。精气入气了，就是怎么说？肃杀之气入气。他说哈，很多的灵魂会回归天地，这样子。人口不会这么多。OK， 人会越来越少了，对了。因为灾难。了解。因为很多的自作自受吧。自己做的灾难，我也这么觉得，承受。我也这么觉得，未来人灾难会越多。有的人是自作自受，他去吸毒，他去干嘛？所以他的性命被他说，其实这个也算意外之死意外死掉，然后吸毒暴毙的那些也算意外。你有一个很好的生命，为什么不好好珍惜？有的人福分很好，可是他说去吸毒是一种意外身亡的那种同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菩萨说，那我们做什么利益这些众生？嗯，他说你吃经念咒的时候可以回向，给十方法界众生，就是对吧，就是法布施了。他说我做这些事情不仅仅只是为了培养慈悲心，嗯，如果以长远的路来讲，嗯，他说其实可以淡化我们的业力，我不知道为什么，嗯，是不是心比较不会平静，专注自己身的，我不知道，它是可以淡化我们自身的一个业力，会让你的心绪比较稳定一点，比较平稳一些，有帮助啊，我自己有感觉。下面你开始完了。就聊到天荒地老，算聊到天荒。南无阿弥陀佛，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牟尼迦耶。萨婆罗伐伊树达那达夏，南无悉吉利哆伊哝，吽利耶婆罗揭谛室弗拉林陀婆，南无摩拉谨墀悉利摩诃波多沙弥。萨婆诃祖树朋友是萨婆萨埵，南无婆萨埵，南无婆揭摩诃帝哆达智他，唵嘛婆卢悉卢迦帝迦罗帝悉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来摩来摩悉摩悉利哆耶，俱卢俱卢揭摩哆卢哆卢伐伽耶帝，摩诃伐伽耶帝，哆来哆来帝利尼悉弗来耶。沙来沙来摩摩摩伐摩来摩帝利悉利悉舍那舍那欧来三佛来舍利伐舍伐三佛来舍耶，呼噜呼噜摩来呼噜呼噜塞利苏来苏来悉利悉利苏噜苏噜菩提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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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帝利耶，摩来金是帝利舍利乃波耶摩乃娑婆悉陀耶娑婆摩诃悉陀耶娑婆悉陀耶夷色波罗耶娑婆那拉金是娑婆摩来摩来娑婆悉拉僧摩诃迦耶娑婆摩诃悉陀耶娑。揭悉陀耶娑婆那拉谨墀班伽拉耶娑婆摩诃婆利娑揭拉耶娑婆那尼摩哈那达那哆拉阿耶，南无阿利耶婆卢揭谛娑婆拉耶娑婆唵悉殿哆哆拉含婆耶娑婆。沙来沙来